呀，有特工的情况下，狼人不去盘那个特工是谁，直接敢开刀的情况下，只有四个人，那个一定不是狼人。就过你去啦！我要做任务是吧？管理室刷卡，啥玩意儿啊？哎，我害怕，大家一起走行不行啊？哎。一起走。猫猫投票，猫猫。早该试试了。哎呀。我是不是要做任务啊？管理室刷卡，刷卡。速度过快，速度过慢，速度过慢，速度还过慢，你妈妈的！修理配线。慢了吧，修理配线，我抄这个。哎哎，怎么搞？上传数据管理室，怎么还没死人啊？怎么还没死人啊？这个任务时间也太长了吧。清空垃圾食堂，垃圾，这是食堂吗？搞什么 ？2 hours later， 怎么还没死人啊？我操！就杀了我一个，这么久就死我一个人啊！我真的有点心理不平衡了。未发现尸体啊！哦，我拍这一下只是因为我任务已经做完了，而且太久没有人被杀，我怀疑是不是有清洁者，所以就想拍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死。那既然没有人死的话，那就来继续做任务吧。 OK， 过了。猫猫这个老光是我认识的狼人牌呀。哎呀，有特工的情况下，狼人不去盘那个特工是谁，直接敢开刀的情况下，只有四个人，那个一定不是狼人。就，玉斌的名字不是红的，猫猫你就